Acim, HSK, Som, Yangho Bodhi, Bodhi Se Se, Yami Bodhi Se Ha, Se Ha Yen, like a Sutai, HSK Sutai, Bodhi Se Ha, 新年就要到了，新年就要到了。闭麦是好了，新年就要到了，新年就要到了。新年闭麦又是 Happy New Year。帮助甩了票 ，Beyonce。因莫阿尼耶的晴天，咪打完呀？你们没打完呀？释放多咪？阴天是那个哇？阴旅游通条火车站，沙滩铁路快。音呼了吧，这么晚呢可以蹦呀。晴天阴天，晴天阴天，晴朗啊，么晚呢他话晴天了不呼阴天，发不拢，发拢嘛？阴天是吧？同发针，就那么讲了，那个不好的哦。ซันนี่และเมฆมากไม่มาแล้วนี่เปลี่ยนฝนบ่มีแต่บ่มีแต่เลยมีไม้ซันนี่และเมฆมากมีไม้มีไม้มาว่าอินเทมบ่มีแต่ก็晴天จะฮู้ล่ะได้ล่ะมีไม้จะฮู้ล่ะ阴天อันนี้ปึ้งถอยฮู้บ่ยังนะก็ได้ล่ะได้จะปึ้งแล้วก็ฮู้แล้วนี่มา公共汽车นี่火车你话汽车，你帮看嘛？那矿买光嘛？在话汽车讲，老那个话汽车，可在明白不？老不去讲那，你们谁哪买？谁哪买？那不去讲嘛？不买汽是不是？自行车，有你在家，在朋友家，有很么？今天是12月20日，新年就要到了。今天是12月20日，新年就要到了。莫你们往提少等谁送？比慢时候了。今天是12月20日，新年就要到了。今天你准备做什么？今年你准备做什么？比麦找教婆海洋。新年你准备做什么？准备教婆。我想去北京旅游，北京很不错。可以压白八根通条。八根里来，
我想去北京旅游，北京很不错。我去过一次，我去过一次，可以去白特林。你买票了吗？你买票了吗？找设备了不？你买票了吗？还没有呢。还没有呢，杨。明天就去火车站买票。明天就去火车站买票。门是白，沙滩铁路快，设备。去搞点火票嘛，哇嘛。有你们这会落费吗？火车票啊，他国内那样不花火车，落费就在话汽车票，明白？票面啊，比落费比落他们打比落买，然后在有你们这会落费，票是不买火车票啊，票火车票不去讲。Today is December 20th. The new year is coming. What plans do you have? I want to take a trip to Beijing. Beijing is a nice place. I've been there once. Have you bought the ticket? Not yet. I'll go to the railway station to buy it tomorrow. 日 want to 新年必买票币。火车站，沙滩铁路快啊！在公司有你吗？有玻璃沙呢？时间过得真快，时间过得真快，为了白歪歪。新的一年快要到了，新的一年快要到了。比买一是好了，时间过得真快，新的一年快要到了。是啊，谢谢大家这一年对我的帮助。是啊，谢谢大家这一年。对我的帮助，买了，可在推土坤水里亏，来比你。谢谢大家这一年对我的帮助，这可在可在提可在养啊！谢谢大家，为他们干事是给的，谢谢你帮助我，谢谢。希望我们的公司明年更好。希望我们的公司明年更好。希望玻璃沙不好，比那一挂。大家，摩托坤，大家更挂。一挂挂，果然了。比嘛，比个卦，我比你高，老可以送卦，送卦走。我比你更高个嘞嘞，你个去讲卦嘞，我更嘛，我来个嘞啊，我提拔来个嘞，更啊你们去讲没来，更好，老来卦，老离卦，啊老离来卦可以更好。How time flies. The new year is approaching. Yes, thank you for all for your help during the past year. I hope our company will come even better in the next year.
萨他提，你妹妹怎么还没来？都8:40了，你妹妹怎么还没来？都8:40了。No, no, no, 早，no, 早早，邓洋洋不忙。都快到8:40了。有那个个啊，个8天，8:40了，8:40，都8:40都去讲，好，都就挖个带不挖个带的都挖了，是吧？你回来个好了，那都。去跟等等，就是有那样都可以不话题。我们再等他几分钟，他就是塞了个这个火矿罢了。挖羊个挖个都，他不买挖羊的挖，他挖木头矿挖，你们挖肥了，我们都去了，铺好木头矿，说我们去了，都去了。木头宽个掰了啊，那么都，有你们都到8:40了，那去讲你们话嘛，去讲会不舍了呢哦，可以去摆门试试，这边不？老杨不骂，有那个我为了杀了，那去讲事要完了，都，我们再等他几分钟吧。我们再等他几分钟吧，我们再等他几分钟吧，不好，他老，在那提议，都吧，再等他几分钟吧，都等他半个小时了，都等他半个小时了。你们都也都一了，都等他。他老看门看什么了？等他半个小时，都等他呢。呀呀呀！哇，哦，你为啦塞了，明白吗？等他半个小时了，都等他半个小时了。不买，你我都去讲，不买不他套，不他老买吧。有你老唐，你再等他几分钟吧。他了。干嘞，可是他了，他了，他了，等了，你去干嘞，都等他半个小时。他来了，我听见他说话了，老妈了，可以引老娃了，可以引老农了，我听见他说话了，我听见他说话了。Why hasn't your young sister arrived yet? It's already 8:40. 有你们老阿提白 already 们看都，对 already 他要阿提白是什么？已经8:40了，都8:40了，去讲的去讲为了白了哎，那不去讲弄也。Let's wait for a few more minutes. We've already waited for half an hour. She's here. I heard her voice. 妹妹，你在咖啡馆门口。哇，门口有八朵，刚开咖啡了，在咖啡馆门口。天阴了，我要回去了。天阴了，我要回去了。天阴，哦，我完了，阿提白羊，天阴，咪咪麦了嘛吧，咪隆麦哇，天阴了。
没弄满，密码来了，没办法，密码天阴了，我要回去了。天阴了，这娃不很呆个呆，没办法，猫咪呆了，我要回去了。好的，快要下雨了，你路上慢点儿。快要下雨了，是反多了，你路上慢点儿。这鱼塘白沙沙啊，在路上慢点儿，慢点儿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必讲，没关系。我坐公共汽车，我坐公共汽车可以拿罗马内蒙啊。好的，再见。OK，老公，好的，再见。动作的状态要了，阿尼玛瓦雅公，那话要了，可以个话来的嘛吧？要算哪一个话？我要去吃饭，可以失败是，没有，阿提拜是，是么？那你样不拜嘛吧？我要去，但你们为了上。我要去买东西，可以失败，坑。对了啊，要啊，你是个了，有那么讲吗？可讲的，都养不白。对为了山上，啊，你火车快要来了，火车快要来了，罗非是嘛了？是了，刚怕啥老客讲的嘛，杨伯妈，对，快要来了，天要下雨了，快要下雨，天快要下雨了。对了哇，你不天天给他提啊，天给他天发，要下雨了，是反多了，新的一年快要到了。快要到了，比买一时候了。这我要快要，可敢的啊？你可快要下雨了，可敢的啊？如果句子中有时间状语，只能用就要。那我他就是一个为那个我就要就要。不哇，快要啊！你下个月嘛，没维拉了，那等啦。我们就要回国了，等啦，不好是回国加班贴了，没班贴了，没班贴亏了。下个月我们走啊。他这不话就要，这话快要啊！下个月我们要回国了，可以，给带点啊，把送给我了。下个月我们快要回国了，都快要的不话，对哇？要下个月我们要回国了，然后哇再点，老娃们。不是我就要你管啊！找你们那水养个水养，没那就不行。在房，把那，把送他们当宽娃们娃养娃的。下个月我们又要回去过了，下个月我们又回国了，下个月我们就要回国了。明天姐姐就要走了，明天姐姐就要走了，明天姐姐就要走了。么二失败了。明天姐姐要走了，我挖得掉，不挖就要我。
แต่จะใส่ละเวลาไม่บอกว่าค่อยยาวคือเราเนี่ยเราว่าค่อยยาวสุดๆอ่ะไม่ต้องว่าการค่อยยาวยาวว่าได้เลยค่อยยาวค่อยเจียวยาวยาวไม่ละเดี๋ยวนี้เราว่าค่อยยาวค่อยยาวยาวยาวแล้วก็ใส่ละถ้ายาวมาอย่างใส่ได้ยาวสุดๆ下个星期我们就要考试了。下个星期我们就要考试了。下个星期我们要考试了。OK， 谁敢为拉着谁就要，这不是就要，这是要，给他，这里面宽挖的贴的，对他稍稍快要个不动谁了嘛？反正谁了为拉着啊，让快要这个不特，下个星期我们快要考试。就是啦，为了快要我们去赶朝阳，不护兵护卫啦，为了杀伤。下个星期我们快要考试了，一个娃我们快要考试。带了娃们是就要谁干为了？都了，表示已经的意思。通常还有强调或不满。会没了，蒙古会要话强调的，怕啥了？会不会话长得强调会话，还叫护啊呢？能反抗啊呢？我强调，蒙古去挖了的，我们都去了，强调。能，就感觉能让人，我们都吃了，都快，我们吧都快8:40了，快呀，能让那为了哦，让你杀了去看，都快，都8:40了，都。拜门谢谢那天，可以不是都去干的对？我们可以啊，我8:40个8:40可以去不哇？为了杀了外少，都8点了，都8点了，快点起床吧！没了那个，来拿来。那维拉，明白？都8点了，快点起床吧！就跟维拉杀了，走动等落了，快点起床吧！你都十岁了，可以自己洗衣服了。你都十岁了，可以自己洗衣服了。你去看看，你都是走 C 比了，走沙坑抖音带了，你都是水，那个娃这不买带哪里了？这个孩子户，你都等他半个小时了，都等他半个小时了，你去看看，都娃都去看，亏他来了为啦，老他你们老他。看什么？对谁家都用爸和妈构成疑问句的句调，用爸构成疑问句的句调，我降调；用妈构成疑问句的。去掉我升掉，那我你可去讲我啊，我想他我不用，啊你看他没不？这是爸妈，啊你没不？他是妈妈了哇，啊你想看是爸妈想弄，但你不买，弄哪样？
宽挖万年不上抗啊。这本书是你的吧？你的吧？这本书是你的吧？那个是方向是是的，这本书是你的吧？这本书是帮康哥看的，这本书是你的吧？哎，你们这方向来试试，不去干安给你这话他们打个头了的。这次是要谈这本书是你的吧？可以去访问他，然后访问昆塔要谈嘛，那样那样坑的。我们这本书是你的吧？这本书是你的吧？啊，帮他们弄个课堂，是你的吧？这本书是你的吧？吧，然后去讲，那别闹的啊！他的话弄个，那我们去安给，这话这本书是你的吧？明天是星期二吧？明天是星期二吧？买完账了，我星期二我养。走后来不怕提吧？你买票了吧？你买票了吧？这是逼了吧？我你妈他妈谁妈的这本书是你的吗？买了谁妈了吗？坑吗？跟奶奶买吧，买房客户的这本书是你的吗？这本书是你的吗？你的妈，他是妈妈，还来坑奶瓜啊？这本书是你的吗？明天是星期二吗？你买票了吗？这要当在躺阳这些妈里瓜。这是八个代的，宽金房宽金嘛，胡老师也躺了，老不躺。那个呀，阿提白去干了哇，你想弄想什么？可以这样，别贴不来。OK。汉字偏旁，山大，山字旁，一般与山的名称。山啊，你话山。养不破啊，山养不养一个岗位，山破，你们叫个破嘛？你们贴的啊，大嘛，就我来了，大压抑，大字旁一般与人有关系，然后叫个宽，你话人，会个可门不？米你那个变大。你们人康上你话零三零啊，那有铺有藤铺松松啊，那话零三零啊，把这个这话呢铺嘛，就铺有那么讲了没吧？铺啊，可以话呢，你话。零三零，就原来么讲这话，三零啊，你要三零，对呀，你送提那个诺言嘛，你话送提速啊，你话三风啊风，你风不买琵琶风风子不买碰啊，不买难碰啊，那么蜜蜂，就讲是我三风，对于有。压抑啊，有那么讲的话，三零零，铺，区，山区，崎岖，不买山区啊，山区一个田里的，叫个崎岖，去赶走摆摊买嘛，你摆你不买吧？去赶就要摆藤铺嘛，就摆你这不在摆试试，你不在你汤不离，我去。天我发嘛，
天空着火了。这叫天，啊，你们大，你们人，你们天，呵呵，我也不去看看别天们发的不给我个宽的，看看天给我宽呀。夫们，你丈夫们给我个宽的嘛，夫。会天们那天不对的，算他们天是干的。夫。丈夫，偏旁，慢慢没了，也没了，